对1967年开始，英国的大拿圣多鲁夏把见证过大拿上届留下的那段历史。对2020年开始征收到达一个月17正式启用，圣多鲁夏也伫咧今仔日举办老厝计划成果典礼。然后老婆来这边咆哮找老公的时候呢，她听到声音或是通风报信，就会从这个抓猴梯溜下来。会当为楼顶逃走落来楼梯，阁会当拍开的梯窗。圣多鲁夏较早因为特殊行业产生的建筑需求，即卖唔那只做这间厝趣味的所在，嘛欢迎大拿迄当阵部分的在地文化。阮想法就是讲，把只原地物件拢保留，然后再来再生，以后给囡仔来看，原来以前鲁夏是做安那，啊，而且只在地少年啊，拢出去外口较济，现在是让他们回来，也可以来这边就业，然后就来这边看。大理以前的风光，这栋有50多年历史的旅社，2020年透过文化部所有老建筑保存再生计划，经过3年外的整修，予伊有机会用新的面貌伫大拿呈现。处处嘛甲地方创新团队合作，予这间有新生命的老旅社，正做推广大拿新基地。啊，这个所在开放了后啊，阮会使予愈济人了解咱大拿的历史，佮有这栋老厝的历史。啊，阮遮嘛有放咱大拿的好物件，予大家会使来遮买，嘛会使推广咱大拿好物件予大家。除了大拿圣多鲁夏，嘉义县计共有14间老建筑申请案，得到文化部所有老建筑保存再生计划的补助。嘉义县文化局嘛伫圣多鲁夏举办计划成果展，希望透过展览的方式，予更多人了解老建筑对地方文化发展的重要性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